接下来开始我们的号山榜，预备，一、二、三、四，收腹挺胸，手抬平。我们的三位女生很标准，很好，嗯。现在是什么感觉呀？疼，酸，酸胀，坚持不住。女孩子家家呀，就是不行。老师，我感觉特别舒服，就特别轻松，就特别轻松，一点不累。一般我们练的时候，到了后边，老师还会有时候稍稍的加一点点技巧。算我没说。对您，对您抬起来，不要动，不要动，这个还是要起来点，对，不能下去。对对对。老师，我们还有多久？你看眼前那根香，刚烧了一个小香头。啊！真的要一炷香吗？绷不住了，要是再坚持一下。马上，手再抬起来点，再撑起来点，最后一点，就特别轻松。好，时间到。怎么样？胳膊已经不会了。怎么样？从来没有耗过，第一次耗，我觉得各两个胳膊不会动了。这会儿主要就是这儿，而且这儿的这个酸痛啊，就是那种就很难形容。其实我们是一直在忍着，已经早就不行了，对，就麻木了。我就记得我们那个时候练功的山膀啊，越耗然后越来往下，越耗越来往下，因为没有劲了嘛。然后老师搭一打又立起来了，有时候也会拿一个尖的东西在你手腕子那儿放着。对，真要真要这样。您刚才是拉山膀一炷香，这拿顶也得一炷香。对，拿顶，嗯，下腰，大头搬大腿一炷香，一炷香，朝天凳，耗矮子的，小花脸耗矮子也得一炷香，也是一炷香，你就跟那耗着就不能动。对。